他是小主管。tea time 时间怎么不能把地？他是大总管。通通给我回去做工。他们是同事、邻居兼情敌。我 complain 你啊！你训练不了，是你能力有限，你怪什么？还记得抢过人家的男朋友？够了，他过年卑鄙来小人来的。我还知道是一个大秘密。我知道了，你也知道了。你想知道吗？10月2号星期一晚上7:30，八频道。